我感觉是二垒滚地球，一个平凡无奇的滚地球。真叫二垒滚地球啊！你敢看吗？平凡无奇的滚地球，今天呢？林奕泉，双杀，双杀，双杀！二垒滚地球，二垒滚地球，二垒滚地球。看一下这球，有进滚地球，杀二垒可以，他跑不快。OK， 乡亲啊！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来到这白腿的直播间。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公益彩券、运动彩券都要满18岁才可以购买。OK， 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今天晚上我怎么看呢？我的观察，因为统一狮队在昨天晚上比完赛之后就直接拉车回到台南的大本营，所以那个时间点应该是没有高铁了，舟车劳顿直接拉回去台南，所以在疲劳程度，中信兄弟应该会比较少一点。兄弟先此得点就躲内，哎呦，安尼看起来你哦应该是支持中信兄弟的，你哦咱两个同路的啦哦。这一张是中信兄弟让 1.5 分，所以中信兄弟要赢2分。另外一张呢，中信兄弟对战统一狮，总分 10.5。小土头哎、欸，往反方向去。当大家都往大分走的时候，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这样的想法。统一先得分，我买2瓶沐浴乳；兄弟先得分，你寄一瓶来。统一先得分，你买2瓶；兄弟先得分，我寄2瓶。支持兄弟啊！等等等等，但这个球被成功，这个左边方向的飞球落地是三打。现在陈俊秀绕过三球回本垒，回答光亮你啊！上上上上上，为了我心灵。哦、等一下，游戏规则是这样：中信只要得分，你们就抖内啊；中信没有得分，我就送你们一罐沐浴乳。要不然这一局统一哦，这一局反过来，统一是在一局下半只要得分，我送沐浴乳；没有得分，你们抖内300块。好，小张，一局下半算你的。中左外野方向。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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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喷一罐，小张你帮我私讯粉专，还要证明你是小张。又安打了，哇，又裂开了啦，逆转了啦，变3-2啊！第一局的共我昏你啊，传二垒，结束一局的攻势，第一局而已，两队就给我打了5分，小分只有10分哎、欸。詹翔宇兄弟，这个半局二局上半只要没有得分，我送你沐浴乳啊！如果得分，你就抖内这样子。接杀出局结束了啦，詹翔宇私讯粉专送给你啊！二垒滚地球，失误啊！越多越处理起来啊，让林嘉伟现在冲二垒来看一下，是个两个垒包的失误。林嘉伟跑垒积极，赞！这个跑垒积极度给100分，今天 DP 吗？二垒滚地球，这个球打在二垒手的管区当中，哇，抓一垒，先传一再来垒送，陈杰宪，秀凯，这是我要看到的。虽然杰宪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还是比较支持我的新台币。你不能说他太急啦，这个球看起来是他设定的球路啊，他去攻击是正确的啊，不能说他打不好就说他太急，啊结果结果好了就什么话都不说、哦，这不是正确的。形成双杀打，首要要件要打得够强，确实他真的打得强，也是好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推断说，哦，他就是设定这一颗球种。三游方向游击手接到球传一垒，哇酷！哇，陈胜平 nice play， 大家可以看到陈胜平这一颗球要接球之前有些话在卡波，他不是棒棒棒去接，他是棒棒棒棒去接，大联盟等级的手背了哦。一拳这个时候如果来一个二垒方向滚地球，岳东华接到球后反手抛给江坤宇，接到球之后快传一垒，双杀手背。完美画下三局下半的这个半局，重要。紧接着啊，一垒方向滚地球，自裁垒包穿下来 ，take safe， 差一点点就跟我的剧本一样了呢。现在轮到前世打击有安打的林黛安哦。好，我来写一下剧本。这一颗球应该是一个外角球，林黛安打到右外方向高飞球，打得很好，但是落点不佳，遭到接杀出局。左外野方向飞球，新盖，接下来，哦，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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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大安也是我的好朋友。你看我刚写那剧本打得很好嘛，跟这一刻其实一样，就是希望他打得很好啊，但是齁就被切杀。这一局东华等一下应该是打一个右外野方向前面的一垒安打，啊结果打一个左外野方向落地的一垒安打，王威成快马加鞭往本垒 ，yes， 追平追平。高宇杰这一个打席应该是三游方向的滚地球穿越形成左外野前面的安打，三游穿呐、啊，紧接三游，哎是是。结果是三垒，不是三游，准，但是没穿越。哎，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这样子判断。郭俊麟他就直球跟变速球，那他的变速球其实是会往右打者内侧跑。那高宇杰又是属于比较拉打型的，所以他打三游方向滚地球机会就变高了。投手的习性，投手会使用的球种，然后打者他的攻击形态，形成哪里的球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叶振华今天两次三振，我感应一下，应该是左外野方向平飞球的落地安打。今天叶振华的状况不好，要不然刚两坏球那一个直球就打，我感觉是二垒滚地球，一个平凡无奇的滚地球。今天二垒滚地球啊，你敢看吗？平凡无奇的滚地球。如何的去观察他的状况好不好，在刚刚两坏球的时候，那一个红中的直球他一点进攻的欲望都没有，那代表他对他的挥棒在这一个打席是没有信心的。这个投捕都看得懂，投捕就是每一颗球他一直都在解读说这位打者他现在想什么，他的状态是怎么样。那刚刚我只是把捕手他脑袋中会跑出来的讯号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希望来到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的东西是更细节的，那你们懂的情况之下，你们在看棒球就会更有乐趣。你们会觉得哦，什么叫做配球？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配这个球？就是希望是这样。有关于郑凯文跟高宇杰配林家伟这一个配球，大家有没有发现高宇杰蹲得非常靠近林家伟？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蹲？高宇杰已经快要躲到打者的后面去了，因为他希望郑凯文可以投一个从打者的身体里面钻到好球带的球嘛，强迫他的放球点可以更靠近打者的身体。大家不要单单只是看啦啦队，但啦啦队一定要看，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他就一定要看啊，你都买票进场还不看啦啦队，不看是棒槌。三垒方向滚地球弹过去了，高杰，好 OK， 小分不要再裂开了啦，小分不要再裂开了啦，中心赢两分就好了啦。哎呦，6-3得啊，最终比数就是这样啊。Kevin 加油 ，Kevin 加油，老裴加油，两边的投手今天全部封锁封印，接杀出去，拜托接杀接杀 ，OK。三垒滚地球，三垒滚地球，这就是了。有没有机会上二垒？阿喵喂，完了。防守，防守，封印。这个球中间方向穿越出去，林祖杰这样比赛的第二次安打打回了三垒上的林丹。6-4，小芬姐还在，剩下0.5的扣打。我感应一下，我先感应一下电脑。感应出来了，今天最后分数会是这样。6-4，中信兄弟两分差胜出，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方长勇，后天见。跳出来打，安打了，三垒侧穿越出去是一支安，又安打啊！球棒打裂开来了，这个球一个三振，一个双杀，安可。三振，哎呦呀！第一个球，这个球。唔加照，宋承瑞，收太监。OK。林一拳，双杀，二垒滚地球，看一下这球，有击滚地球，杀二垒，可以，他跑不快，今天真的神预测很多颗哎，好，稳住，杰凯，12强三垒手，漂亮，游击滚地球，胜平。Major League 了，哎，你这个，蹭子腿，主播安安哦，救命哦，蹭腿啦，上面蹭子腿，不专业一点，王七小。
请你证明蹭蹭腿。主播当选手的时候不是上去凑人数啊？对啊，啊，但是你连凑人数的机会都没有。我说的太直接是不是？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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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小，我看到你有吗？我告诉你，你有的没有上面这个，你去做的没有这个。七小，赌神让你看一个背面，你没有真爽。七小，真爽。别人带着不善的言语来的时候，我们不找事，但是我们不怕事。真爽，阿尼亚喂，今麦今天够阿恐怖，只好不要。英文收起来，拜托，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一分差两千，拜托。英文收起来，直杀球，三振，摔，啊，咋摔？真好球啦，真球绝啦！最后一个半局，请大家一起跟我集气。阿鹿，接杀，接杀，接杀 ，OK。N1，最后一个出局数，外冷成功，外冷成功，飞球。飞球，这个球在外层，呀，神奇小飞侠，噔噔噔，呜呼呼呼，呜呼呼，这两张今天都有价值。为什么这场球赛我们还会特别激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大比分的预测，预测4-1嘛，在开打前我们有预测，那目前也是跟着我们的预测在走。台湾大赛 Game 5。OK， 我们会到球场去，刚好你们也有来到球场，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玩。喜欢影片欢迎订阅、赞、分享，别打开小铃铛，下次见哦，拜拜。